哎，不要掉下去了啊！豆泡，哎，豆泡，往后面坐一点。那个豆泡，不要掉下去了啊！我们那个排骨，哎，往后面坐一点。屁股往后面一点。四川人很喜欢搞那个的嘛。没有我。掉下去了，等下身上打湿了，等下哭哦。从到现在跟我在一起了，顶多买过两回，而且还可能还是看见我买的。刚刚是不是差点掉下去了啊？我们喜欢吃。刚刚有没有差点掉下去？有啊，那你还不往后面坐一点？谢谢哦，你那个面包反正他那个10块钱一斤，过来吧，收摊了，300块钱哈，对呀，就够了，对，买一斤排骨就够了，对。哎，到哪里去啊你？到那去嘞，过来。